我倒是想听听，这笔钱你都用在哪里了？等贸易公司进账了，我马上还给你。你在外边都做了些什么？我当真一点都不清楚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你娘和你弟弟的事情，咱们爷俩心中一直有个疙瘩。 你对我有怨言，很多事情我都由着你。但是你也不要太出格，我毕竟还是你的父亲。我是担心你有危险。我听说你最近在街上打听什么卖报纸的事情，我就能猜到你们办的是哪一类报纸。现在日方查的严，这可不是儿戏呀。 如果今后有人查起这批款项的来源，查到咱们的头上，咱们家的生意可都要跟着遭殃。爹，多芝家里的钱是我不对，但你要相信，我做的事情有它的意义，我有我的信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要出去了。想想我跟你说的话，给我一个回答。爹。 你不能把我一直关在这里。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父亲活活的气死在你面前，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家里。你们两个看住小姐，说什么都不能让她出来。是。我收到伊凡姐的口信了，她让我跟大家说一声。 这几天他可能不方便出来，报纸的事情只能靠大家了。就算易凡姐再也没有办法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印报纸的纸张。干嘛非得用那种纸呢？印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吗？别管用什么，哪怕是毛纸、树叶，只要能印出来就行。小七的话虽然糙，但是道理不糙啊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万一成功了呢？那不是很好吗？ 这锦龙是怎么了？怎么老跟这邻居不清不楚的？大爷特使，上次那个因为办报而闹事的反动分子怎么样了？上一次警察局打算把他绑在闹市区示众，可是后来局势失控，他被救走了。帮饭桶。 连一个人都看不出，无论是治安维持协会，还是警察局，都是一帮乌合之众，他们没有能力维持江津的治安。是啊，所以这些重担，都由我们宪兵队来肩负了。道本君，我希望你更加为我们天皇效力。通过这段时间在宪兵队工作。 我发现这一届江津市公署的潘市长，以及相关人员，并不能全心全意为我帝国服务，遇事总是懈怠和推诿，所以才导致我们过去的工作困难重重。我会向小泽将军建议，重新考虑市长的人选。明白。你先回去吧。 韩大哥，韩大哥，
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可能的搜集来了这些我们能拿到的纸张，但是这些纸张包后不均，想必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。现在还有一个非常让人气愤的事情，就是日本人对这些纸张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，就连我们生活的用纸都不能随便的买到。黑市我也打听过了，他们囤积居奇也已经炒到了天价。啊！要不是因为日本人没收了纸张。 我们也不用怎么麻烦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既然买不到，倒不如直接去拿现成的。现成的，韩大哥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您现在需要查清楚的是，日本存放纸张的仓库在哪里？现在沦陷区发现的官方报纸只有《东亚新报》，非常亲日。 一凡怎么说？一凡姐的意思是，最好我们再等一等。最好是等他出来再行动，毕竟他的父亲气还没有消，他也不能忤逆他呀。这次行动不会很危险，动静也不会太大。就算一凡不参加，也没有问题。我不介意等太久。那就别等了，而且我已经发现了囤积纸张的仓库了，防卫力不强，就那几个人，咱们几个完全可以解决。况且一凡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。 这么等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次行动我指挥，出了什么事，我一个人顶着。你们干什么的？来提东西的。有调运证件吧。 不是真的，成功。什么？仓库被盗？是的，仓库里所有的纸都被盗走了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之前做了一次转移，丢失的只是一小部分。这件事情没什么信号可言。 帮我查清楚，为什么仓库防卫这么松懈？所有负责人员一律查办处置。嗨。
这些纸张，除了印报纸，别无他用。按照你所说的，他们的行动手法，并不像是这几个做报纸的文人所能干出来的，倒像是他们，我们的老朋友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对了，那个示威的报社主编，就是当街示众的时候被人劫走的那个人。 韩烨、小七，你们两个太厉害了！现在纸墨也全了，咱们可以印报了。嗯，来，拿走。哦，对了，林大哥呢？哦，他出去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，嗯。韩大哥，我听说你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纸取回来了，能给我讲讲吗？你们是怎么把纸取回来的？ 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套那儿不就拿回来了吗？要不然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，带着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带着你？嗯。这可不是儿戏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带上你给大家当拖油瓶啊！我不会的。哇，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！韩大哥他们把纸取回来了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的号角可以正式吹响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 我约到了许立人、徐老先生的文章，就是那个写《国民生存论》的许立人老先生。对，就是他。可是像他这样的大家，怎么会同意给咱们小报供稿啊？我和许立人先生一直有联系，许先生非常支持我们办这样的报纸，所以他为了我们特意写了一篇文章。这可再好不过了，有了许老先生的文章，咱们报纸的分量就更足了。对。可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他可是许立人老先生呀。 徐老先生为人非常温和，有时间我一定听你引荐。真的？真的。太早了。徐立人会有东西了不起啊？搞得谁不会写似的。小七，这林大才子还没发话呢。谁是林大才子？你是林大才子？小七，你是林大才子，我是什么？你是菜籽儿。啊，金荣。菜籽。 你就才子吧，啊，才子，大才子，家人呢？小七，会写东西了不起啊？啊，我也会啊。 果然不出你所料，那些人全部藏在报社里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纸张，应该是丢失的那一批。很好，行动。大洋，你已经查的事儿，咱们赶紧撤吧。你说的是日本宪兵队的大野洋子吗？这不废话吗？再不撤来不及了。快从后面走，快！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都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呀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吧，走吧，快！快走，快走，收拾东西。 没有，快走，快走！
小雅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我心跳的厉害，我跑不动了。喂，我陪你，快上来。水是热的，应该刚刚离开。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。 一定要抓到他，给我追！嘿，来，真对不住大家，我临时只能想到这个地方，条件太简陋。 别沮丧，东西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想办法。我们这些日子的努力，全部化为了乌有。又要从零开始。再难，只要坚持，总会成功。我不知道我的这份斗志还能坚持多久。自打日军进入江津，我们学校被炸以来，我是亲眼目睹了日军之残暴。 我们没有和学校撤往西南，就是想留在江津，以我们的方式来参加战斗。可却总是孤立无援。走在市公署的那些人，个个都是大汉奸、亲日派。他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？是不是生在这片土地、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呢？林大哥，你别这么悲观。想想你的读者，他们都是没有麻木、有战斗精神的国人。 恐怕我会让他们失望了，林大哥。我们五个人，也并不是在执行每次任务时都那么顺利，我们也有从鬼门关闯回来的时候。但只要坚持，再难的任务到最后总有成功的可能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只要这些人还在，号角就一定能吹响。 金荣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。没见过是吧？小七，那只能说明你见的女人实在是太少了。娜塔莎、伊凡姐，哪个不是这样的人？小七，你怎么这么讨厌？竟然偷听我们说话！我讨厌？你弄错了吧？ 我是恰巧经过，哎，看着你们俩在这儿，大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小七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说笑？真是，林大哥，我们走不理他，讨厌。小七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？自己玩吧。你看你们俩手牵手，我误会了。韩大哥，刚才谢谢你。 不客气，要不是你背着我，刚才我就危险了。小雅，我希望你能想清楚，
自己是不适合做这些事情，现在我们是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底下办报纸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危险。以你的状况，我建议你退出。可是我想和大家一起做报纸，我不怕危险。你确实很勇敢，但这是一个团队，不是你自己。如果今天大洋子真的追上我们，很有可能会因为你，会牺牲更多的人。 韩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会连累大家。对不起，小雅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想一想。姐姐。 小雅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韩烨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没事的，我不会怪韩大哥，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为我好，他怕我有危险。傻丫头，你还真乐观了。其实，韩烨心里……韩大哥心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他心里一直都是好意。 你去忙吧，那我先去了。这个韩烨，小雅喜欢他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他却一点接受的意思都没有。到底是不解风情，还是故意而为之呢？我一直觉得他对伊凡有意思，难道是真的？是，将军，属下明白。 反日报纸的事情，还是惊动了小泽将军。这是我的失职，还是让他们逃脱了？他们的背后，肯定有人帮忙。不然，就凭他们几个柔柔弱弱的年轻学生，能办成这件事？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查清楚了，给这些反日报刊登稿的，其中有两个比较有声望。 一个叫许立人，一个叫婉庄。擒贼先擒王，让市公署、派警察局给他们安一个扰乱治安的罪名，看守他们两个人，把他们俩关在家里，不能随意出入，来往信件也要审查。明白。另外，知会英法等租界，不能向这些地下小报。 出售印刷纸张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就是外交事件。许立人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不认识我们，但我认识你。许立人，这要去哪儿啊？ 诬告奉告，许立人，你不能出去，上面下了命令，让我们看着你。上面？哪个上面？我头顶上朗朗青天，你们无端的亲自外出，这是犯法的。让开！嗯，犯法？谁犯法？许立人，你多次公开发表文章，破坏中日友好，我们警察局特搜出决定，将你囚禁于家中，不得外出。 所有的信件一律审查，走吧，带我们上你家逛逛吧。带进来。走，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抓我！快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，快点！你们老实点！你们仨，快去把所有的稿纸和书全部带走。是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许先生，我看你呀，还是在家好好休养吧。 太忧国忧民的，对你不好啊！强盗，快全部带走！把我的书给我放下，放下我的书！你们这些强盗，放下我的稿纸！
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，只筹到这些纸张。各个租界已经找了，也是没纸。应该是日本人给各个租界施了压。现在各个租界都不愿意得罪日本鬼子，看来我们只有想别的办法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有多少纸就印多少张，能让多少人看到就让多少人看到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受到了启发。 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。对。哎，你们俩聊天就聊天呗，没脸去什么意思啊？林大哥，怎么了，小雅？报纸可以印了。真的？啊，我有一个南洋的叔叔，他在江津有个造纸厂，他是个进步华侨。什么造纸厂？就是纸张什么的，以后他都可以提供给我们，而且他有个印刷的车间，如果有需要，他也可以提供给我们。小雅，真棒。 小雅，你真了不起！真厉害，太好了！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就可以准备稿件排版印刷了。金荣，下午我要去和许先生见面，你要有时间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。有时间，有时间，一起去。金荣，我们以前就约过许先生的，只可惜啊，当时许先生事务太忙，就把我们的稿约。 给推掉了。可是我们已经许诺给别人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开天窗，没办法，我就更改了笔名，根据许先生的风格写了一篇文章，再加上许先生平时就爱换笔名，大家也没有怀疑，所以没人认为那是我写的。那许先生不是该发火了？恰恰相反，许先生不但没有发火。 反而对我的文章做出了中肯的评论。后来我们还刊发了这篇文章。许先生说，别人模仿自己的风格写出的文章，就如同镜剑一般，能够照出自己容易忽视的问题。真不愧是许先生。锦荣，哎呀，这么巧啊，林大哥，好巧，在这碰见了。 你干嘛呢？我无聊吗？出来溜达溜达。你赶紧碰上你们了。你们干嘛去？啊，我们是要去拜访许先生，顺便去许先生的稿件。正好，我没事，咱一起吧。哎，人家许先生可是文化名人，咱们这么多人去打扰人家多不好。你赶紧回去。你看他这思想，文化人和文化人才需要沟通吗？我们都是文化人吗？对不对，林大哥？那这样吧，你跟林大哥一起去，我不去了。哎，哎，锦荣，既然碰到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 好不好？林大哥都说了嘛，一起嘛。看在林大哥的面子上，一起吧。这就对了嘛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。林大哥，嗯，还有多久到？他就住在前面。怎么了？他们有些不太对。 许先生最近一直在发表反对侵略和汉奸当局的文章，我听说日本鬼子和亲日分子已经把他当成了眼中钉，难道他这是被监视了吗？林大哥，我和锦荣不方便露面，你先过去看一看，能不能正常进入许先生的家。好。哎，林大哥，一切小心，记住千万不要和他们起争执。放心。哎呀，林大哥能搞定了啊。 干什么？我找许先生。他在吗？不方便见客。我和许先生已经约好了。约好了也不行，他身体抱恙，今天不见。哎，让你走，听不懂？走。怎么样？许先生真的是被监视了。不知道许先生现在是否安好啊？没事，既然还有人在，那就说明许先生暂时还是安全的。许先生是文化名人，影响力太大，他们还不敢开放四。嗯，这门进不了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是不是？这样，我一会儿进去看看许先生怎么样，二得把稿子拿出来。这事儿还真得靠你，林大哥。 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和锦荣合作。
那就是天衣无缝。没那么多话，赶紧去。啊，等我啊！哎，小齐，许先生不认识你，你这样去的话，未免有点太唐突了。这样，我去给你写封信，让你捎给许先生。对对对对对，赶紧的。 老生清贫，道无可道。倘若梁上朋友不肯空手而归，那就随便拿几样东西走吧。许先生，我可不是来偷东西的，我是邻居林主编，让我来拿稿件的。这有书信，是邻居跑进来的。对，我发现您家楼下有许多日本便衣，所以迫不得已才以这种方式和您见面。打扰了。 哎呀，难为你们了，许先生，您自己被监视，您自己知道吗？他们不但明确地禁止我出门，还搜查了我的家。这不是监视，这是监禁。哼，那您现在岂不是连自由出入的权利都没了？没关系，思想的传播是禁止不了的。他们害怕文字和思想的力量，正说明他心里的胆怯。 这是我写给林军的一篇稿子，状告林军，时局艰难，再艰难也要固守初心，让他务必坚持。明白了。我看林军的信上说，你们的报刊改名字了。对，是第一期吗？是第一期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们写一篇创刊词吧。那可就太好了，许先生。没有想到。 许先生在这种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，还能坚持写作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他的状况怎么样？他虽然被监禁了，但是斗志未减，精神还不错，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。可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还刊登许先生的文章，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？许先生说了，这也不用担心，一定要大胆的刊登。我们越是退缩，敌人就越是猖狂，所以他写这篇发刊词给我们，就是想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办下去。 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许先生说的做，争取今天晚上就把版式定下来，明天一早就拿到工厠找工人排版。好，韩大哥，这次多亏你们的帮忙，否则我们这报纸真的是办不下去了。只要是我韩爷答应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好，绝对不会虎头蛇尾。这是我韩爷做人做事的风格。谢谢韩大哥。谢谢。 韩大哥，林主编，怎么了，小东？我去找了以前给咱们发报纸的门路，谁知道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丧心病狂，连报亭和报童都被控制了，还联合了各个租界，现在谁也不敢发没有检查过的报纸。这些日本鬼子真是防伪森严，我就不信我们的报纸印出来了还发不出去。大家都别慌，先各自想想办法。那么多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，只差这最后一步就成功了。我相信。 我们一定能做好的。这个许先生文风林立，这样的报纸发出去，一定能让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加入抗日的队伍。许先生已经被控制了，还要拿到这篇稿子，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份报纸送到更多的地方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可是现在送报纸没那么容易，总不能就我们几个人一家一家的送，这样。 送到什么时候啊？人手方面，我倒是可以找张叔帮忙。只是这么大量的报纸发出去的话，很有可能让鬼子追查起来。怎么办？
日本鬼子已经跟各个租界打过招呼，沦陷区不能发，各个租界都不能发。租界？就目前来看，英租界最繁华，人口最多，而且很多重要人士也住在那里。如果能在英租界把报纸发出去的话，影响会很大的。有道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。你是说盛天来？虽然这个人很不正经。 而且不知道底细，但我感觉这人能帮上我们。娜塔莎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他好像总是有意无意的帮助我们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身份。这倒是真的，我感觉他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无论如何，我先去试试。好，一凡姐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 感情上的事，韩烨，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。之前因为石原四郎，你们之间有一些矛盾，我一直在调和。但是最近好像韩烨对你有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没有啊，我和韩烨才刚刚解开上一代的恩怨，彼此融洽了起来。而且娜塔莎。 这些年，我可一直把他当亲人。可能我想多了。我知道你对秦老师的感情很深，我就怕韩烨用错心耽误了自己。最近报社有个小姑娘，好像蛮喜欢他的，不过韩烨一直拒绝他。韩烨这个人啊，什么话都藏在心里不肯说，人又固执。 如果真能遇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在她身边，这可是一件好事。啊，我看难呢。一凡姐，你就这么一直等秦老师吗？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承诺，就这么等下去吗？ 没有遇到心爱的人，等你遇到的那一天，你就会明白我。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并肩作战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遗憾的。 时候不早了，要不我们今天就忙到这儿吧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先回去休息，你把你做的版面留下来，我再看一看。好，那叶夫，那小雅，我们就先回吧。没事，我不累，我陪韩大哥再待一会儿。也好，那就辛苦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 坚定的梦想，满腔热血在心中流淌，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，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，绽放和平的芬芳，满腔热血。
的事在心中流淌，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，愿这片大地。